直播吧11月24日讯，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4日20点，西赛第13轮。皇家马德里客场挑战埃瓦尔，上半场开场仅两分钟，即刻辽射中柱，随后本泽马遭遇门线解围，埃瓦尔精妙反击，埃斯卡兰特门前混战率先破门。下半场皇马后场失误，库库雷利亚助攻恩里奇破门，五分钟后即刻门前推射空门再入一球，库尔图瓦就险扑单刀。皇家马德里客场3-0不敌埃瓦尔，皇马各项赛事4连胜遭终结。皇马救火主帅索拉里上任后带领球队来4连胜，这也使得他转正，但是他的执教能力仍需更多的胜利来证明。皇马前段时间遭遇伤病怪圈，但是通过间歇期球员们得到休整，也逐步恢复健康。那乔卡塞米罗仍旧需要养伤，此役阿森西奥、戴当贝尔、本泽马首发，塞巴略斯与克罗斯、莫德里奇组成中场，法拉内、马塞洛重回首发。上半场比赛开始，埃瓦尔率先开球，一分钟安赫尔左路斜传禁区，库尔图瓦抢先将球没收，两分钟即刻禁区外凌空撩射，皮球下坠击中立柱弹出，五分钟马塞洛拨顶长传，贝尔禁区前凌空抽射破门，可惜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六分钟贝尔禁区内左路底线横扫门前，没有队友包抄的位。八分钟莫德里奇中圈直塞，贝尔越位了。九分钟霍尔丹左侧角球发入禁区，门将双拳将球击出。十分钟阿森西奥禁区内左路横传，本泽马前点的球晃开门将打门，安赫尔门前将球解围。12分钟克罗斯中场长传转移，本泽马越位了。14分钟安赫尔左路45度传中，即刻甩头攻门偏出底线。15分钟本泽马禁区内右路横传被打出底线。15分钟埃瓦尔快速反击，库库雷利亚禁区内左路横敲，门前混颤，埃斯卡兰特将球打入球门，裁判经 VAR 确认后判定进球有效，埃瓦尔1-0皇家马德里。22分钟安赫尔左路直塞被拦截，25分钟马塞洛左路直塞被破坏，26分钟本泽马禁区内左路尝试带球过人被掐住身位，28分钟埃森西奥左路传中被门将摘下，30分钟莫德里奇中场长距离直塞禁区，门将出击将球控制。33分钟贝尔禁区前沿右路任意球直接打门，门将飞身救险将球扑出底线。35分钟莫德里奇禁区前右路打门被门将扑住。37分钟埃瓦尔前场右路定位球发入禁区，前点一侧库尔图瓦将球没收。41分钟埃森西奥前场中路斜塞，贝尔没有将球停好，皮球被捅出底线。44分钟埃森西奥前场左路与佩尼亚争抢，两人倒地，埃森西奥犯规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埃瓦尔1-0皇家马德里。下半场比赛开始，皇家马德里中出开球，45分钟马塞洛后场长传被门将没收，47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传中，恩里奇回头望月顶高了。50分钟本泽马禁区前沿横敲被破坏，51分钟克罗斯长传转移，奥德里奥索拉停球失误，库库雷利亚将球断下，横敲禁区右路，恩里奇抽射破门，埃瓦尔2-0皇家马德里。53分钟凯瓦哈尔替换下受伤的奥德里奥索拉，55分钟凯瓦哈尔右路传中，门将将球扑住。5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传中，前点恩里奇强点未果，后点即刻推射空门得手，埃瓦尔3-0皇家马德里。59分钟贝尔右路外加被传中被拦截，61分钟奥雷利亚纳右路扣球变向过掉塞巴略斯，杀入禁区内右路，大刀打门被库尔图瓦单手扑出。66分钟即刻右路将球送入禁区，皮球出了底线，
67分钟即刻禁区外远射打飞 ,69 分钟贝尔用路传中被头球挤围 ,70 分钟本泽马禁区内用路单刀机会靠住两人门将出击将球扑住 ,75 分钟奥雷利亚滥用路斜塞禁区库尔图瓦出击将球没收 ,76 分钟阿赫尔左路45度传中查莱斯飞身垫射被库尔图瓦扑出 ,79 分钟本泽马左路直塞维尼修斯越位了 ,82 分钟马塞洛左路弧线球传中本泽马禁区内右路越位了 ,85 分钟凯尔哈的右路斜传禁区内破坏出底线 ,88 分钟佩尼亚右路传中被挤围 ,89 分钟维尼修斯禁区前左路内切低射打偏全场比赛结束埃瓦尔3-0完胜皇家马德里埃瓦尔13里埃斯哥 ,11 佩尼亚 ,12 奥利维拉 ,4 拉米斯 ,15 安赫尔 ,5 埃斯卡兰特 ,24 霍尔丹 ,20 库库雷里亚 ,14 奥雷利亚纳 ,83 6阿尔瓦雷斯 ,17 基克 ,87 16德布拉西斯 ,9 登里奇 ,73 19查莱斯替补位出场 ,35 阿雷提奥 ,7 卡尔多纳 ,2 阿米利亚3比加斯皇家马德里 ,25 库尔图瓦 ,19 奥德里奥索拉 ,53 2贾瓦哈尔 ,5 瓦拉内 ,4 拉莫斯 ,12 马塞洛 ,24 塞巴略斯 ,8 克罗斯 ,10 莫德里奇 ,63 22伊斯科 ,28 伊森西奥 ,73 28维尼修斯 ,11 贝尔 ,9 本泽马替补位出场 ,13 卡西利亚15巴尔雷德 ,17 巴斯克斯 ,31 哈维骚切斯。